就是结缘的东西，然后今年就是一样也是有做结缘，然后今年就是刚好今天我们在这边遇到妈祖，然后赶快求妈祖保佑小朋友平安健康，因为那时候去年3月9号小朋友要生之前，妈妈有癫痫，然后就只能动手术开刀让小朋友剖腹生产，不然如果说自然产的话风险会很大。然后前年我们就已经有跟着妈祖一样的制作服务，然后去年今年都是一样做服务，然后都是希望保佑小朋友平安健康，然后他们之前能顺利的生产。那目前小朋友状况是怎么样的？有没有什么有一些皮肤上的一些疾病，然后目前还有一些隐形的疾病还不知道，还没有做检查，然后就是晚上比较容易哭闹，不安稳，然后求妈祖保佑他安稳一点，平安健康。精彩我人生的路，勇敢的脚步。Yeah.